个超级红人榜的名主持人大头啊徐志豪，甲我是虾米款的关系？社会，人若伫咧甲我问起，迄个超级红人榜的名主持人大头啊徐志豪，甲我是虾米款的关系？大家拢抓准，伊是阮小弟。事实上，陈梦辰是阮老爸啊。因为阮老爸陈梦辰来红人榜 PK 三遍，输三遍。手甲不打不亲，你你哪哪个？哎呀，要讲，大家来讲，下人客恁甲听看卖啊。人若知影我有一个遐尼啊大汉的后生，头大啊像火鸡，啊规工甲我伫红人榜内底安尼笑咧咧，笑甲二狗妹，笑甲连狗啊看到伊还吹狗咧。这是要叫我外面啊声是要死好咧，我强调外面啊声亲像是秋天的落叶。飘飘对落地啊，所以讲我一个大头啊好诶，你是咧叫魂呀？你都爱原谅我一个可怜的阿贤阿伯。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水粉打扮成青春，唱舞台表演歌唱因人要分笑文武，因为我点在歌单，靠艺术赚钱。Yeah.